另外，位于南加州圣盖博士核心地带的 The One 综合物业已正式落成，并于近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据介绍，这座四层高的建筑拥有81个精心设计的住宅单元，为住户提供现代奢华的居住体验。住宅单元内部设计精良，每个单元均配备开放式厨房、LG 大容量冰箱和电动窗帘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方式。该物业位置优越，紧邻 I-10 高速公路，距离南加州大学、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帕萨迪纳城市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等知名学府仅15英里，交通便利。刚刚这个月拿到入伙纸，就现在正在准备出租，整栋大厦都是出租，就不出卖的。我好希望呢座大厦系受各界嘅欢迎，我哋房间大细好多种，就以后每个礼拜都 open house。在发布会当天，主办方还介绍了 The One 物业内部所拥有的多家知名零售店和餐饮选择，包括六福珠宝、穿山甲和喜茶，提供用户便利的生活配套。而对面则有夏威夷超市，附近还有九九大华超市和希尔顿广场，这进一步提升了居住环境的便捷性和舒适度。我这么多年来，我跟 Steven 合作大概有30年了，那他从来不改我的设计的，而且他常常跟朋友说，他说 Vincent 的设计他一点都没改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尊重我们专业人士的客人，所以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帮 Steven 还有他的股东一起设计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建筑物。据了解 ，The One 提供多种户型选择，从 Studio 到三房单元不等，租金起价为每月2388，现已开始接受入住。凡于10月1日前签约的客户，均可享受$500的租金折扣优惠。凤凰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。